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的 DC 群明明有一间是我的房间，他们就无聊喜欢跑到我房间里面不知道干嘛。啊，那个明明就是我有时候剪片或是挂网会进去这个房间里面，那就你们就在那边给我挂着。是在哈喽。哎、欸，有没有萝卜啊？它是咬蜘蛛吗？哦，没有。哦，那你身上好满哦。有没有箱子啊？借我放一下好了。猫咪有吐出毛线球，所以我那天杀了猫咪，其实是它体内的毛线球，而不是它的毛毛喽。那个本来就是我专属的房间，我想说怎么之后你们就陆续都给我跑进去吧，干嘛？我就整个很莫名其妙，你知道吗？是很早之前啊，因为最近也没空待在里面，因为有时候就是会我剪我的片，然后他们就可能会进来打招呼或什么的，然后之后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比较没有在那边而已，比较累了吧，没有空去管你们了。一些沙走，不然我没垫脚石了。好，采海龟蛋。剪刀。那再来就是海龟蛋。有空进教主的房间，没空看教主的台。啊？为什么不需要啊？书感觉还好啊，铁力留着干嘛？还有什么？这个不用留了吧？早日沙岩土。好了，你去采海龟吧，再盖个地狱门来这边。
啊，就你一个、哦？不、不是啊，你等一下，你不要现在看我啊。不是啊，啊你不吃这个、喔？哎、欸、，Hello， 哥呢？好吃的呢。你看海龟的鼻子有没有像一个眼睛？给我生！哦，应该够吧？丝绸之处，哪只是母的啊？这只是母的。周家豪恩，赶快生好不好？又搞错了，其实这只是母的。哎、欸，会不会生太久了？有点。不给看是不是？太久了吧？他是找不到好的地方生，是不是？你是很坚持在这一块，是不是？帮你，帮你，帮你。真的哦，我四颗哎。哇，他生过就不吃了，再回去睡一下。
记得他们吃完之后可以马上生啊。来看看。欸，又生了，你看。眼睛，哇，好辛苦啊，这只。只是右边那只好可怜哦，这只是圣诞工具而已。再生，再生。再生再生，而且只花一个草哎、欸！天啊，右边这个几乎都没吃到哎、欸，狂生！你要干嘛？哇哦！我看的什么？等一下，他们交换了。怎样？阿咪狗又回了什么？我今天怕死。换你去上他，快上他！今天 Amigo 的游戏有啊有啊有啊，今天是玩那个 GMO 的。干嘛？你找不到地方尿？你刚刚不是在前面吗？
好赚哦、喔！等一下那个租人台应该好盖很多了。我想一下哦、喔，龙岩史莱姆，不要麻烦是烈焰神要怎么赢啊？因为龙岩史莱姆会对那个谁，铁巨人有攻击性啊。租人也要用吗？我再想想看啊，很久没盖了，所以很多陌生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哎，这个画面我常看到啦，只是怎么游到我的床上来了？哎，原来有四只哦。真好嘞！50分了，等这个柴我们就回去吧。哎、欸，我找到啦！找到了没？找到了没？找到没？我来找个点啊！960哟，960，哇，两倍！我拿剑，我卡剑了。好，继续玩。那有几个不喜欢？有些不是说未看先按吗？还没看就先按了个不喜欢。960。哇！到了！哎咻！哎咻！哎嘿嘿，对呢。啊，那海龟蛋我们晚点再来繁殖它吧，在我们家那边盖个水，然后繁殖它，不然盖这边被一堆丝壳踩爆。自己去按个不喜欢，需要海加水，那养在那里嘞？啊，先整理一下。
这算怪物掉落的吧？这个算怪物掉落，然后骨头线，好多、哦，比较少的放一起好了。没有了，那这是普通的。哇、哦，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没了。加工过的方块类没有，放里面，然后绿宝石、红石放这里，箱子，海洋之心哎。你知道听说按不喜欢按太多也会上发烧吗？你知道这多恐怖了？